志强。嘿，阿华，你是安怎啦？咱已经熟识遐尼久啊，你是有啥物心思，你毋着讲。志强，我想讲吼，对今仔开始，咱莫来往啊。是安怎？我是做毋着啥物代志是？你毋着爱甲我讲，我毋才会改啊。无啦，你无做毋着啥物代志啦。其实吼，你是我拄过的查甫内底吼，对我上好的一个啊。安尼为什么你要搁甲我分手？我想吼，每一个查某吼，拢希望甲伊做伙迄个人啊，是真正咧对伊好的啊。你爱我做啥物，我拢嘛听你的，这个目标是我对你好心。哎呦，你是听无我意思哦。我考虑了真久啦，我决定吼要选择迄个会用为我牺牲全部的人。这是伊的性命。那你讲是王来？是啊，志强。其实我跟王来吼，以前嘛真好啊。只是阮安尼斗来斗去吼，斗到外家啊，我生气，唔才会甲你来往。不过我即摆发现吼，王来甲我看甲比伊的性命较重要呢。所以吼，我唔才。敢讲我即阵无记得你选择是？唔是啦，志强，你是一个好人呢。我想吼，以你的条件吼，你一定找到一个比我更加好的查囡仔。这已经是你最后决定了吗？是的啦。你免甲我讲是的啦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追求所爱的权利。即摆咱明做阿婆，同款嘛会使做朋友啊。强哥，安尼吼，我祝福你早一天去找到一个爱你的人。我嘛同款祝福你甲王爱会当美满甲幸福。多谢，那安尼我先回去啊。再见。哦，来啦，咱来吃饭啦。无必要。这边哪会用的啊？你若继续落去吼，规工拢唔吃，到咱结婚迄天吼，我的新郎官腰甲三比八，变哪会看啦？我跟你讲过，我袂枵，吃袂落。大龙。人我今仔日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呢，我想讲吼，咱两个人斗阵食一顿饭，来培养一点仔感情嘛。敢讲食一顿饭，都我都培养感情。虽然感情毋是食一顿饭就当培养出来，啊，毋过总是爱有一个开始啊。当龙，行啦。你现在一直叫我当龙啦？当龙，唔知叫什么意思的，我实在不了解，是为什么你安尼叫我？敢讲到即马，你还阁唔相信？我讲的拢是真实的。咱两个人，伫个前世，确实有一段情缘，拢是靠迄个七仙女来迫害。所以即世人，我一定要继续完成咱的姻缘。这我无法相信啦。我会当找到证据的。证据？好啊，你若有法度找到证据，我就相信。若是讲我前世有欠你啥，我即世人我还你啊。好，等我找到回魂草，摕回去食落去，你就会相信我讲的拢是真实的。无家的朋友，请恁跟我讲，我是要安怎，才会当挽着回魂草？啊，勇！我安尼辛辛苦苦四处探听，才让我探听到这回魂草，就是出自这计划局。还是讲这回魂草这块营业秘，我也捌看过，还是要去倒位找啊？海底的王将嘞！哎，我操你！你是什么人？亚当苏传计划局，
两位大兄，我叫做吴勇啦，我是为了要救人哦，才来到这计划谷，要采取这回魂草哦，来去救人啊！你想要偷取回魂草？但是啊，这就是回魂草。哦，唔对，大兄，是不是会当小心小弟一动，让小弟下落去救人？点去？你紧走！这是神农替阮亲手栽种的回魂草，无得到伊的允准，啥物人都袂当办。哎呀，拜托你啦！我是真正需要回魂草，才能救人啊！哎，我拖啰嗦，啊，我将你两个。有安尼啦吼，咱参详一下啦，咱来去请示神农大帝啦。啊，无定着有慈悲心，啊，欠买手术哦，好救人嘛，无得教啊。哦，哎，官人难教啦，啊，神农大帝伫遐来啊。通见神农大帝。大姐头，领导，啊！大姐头，我不要紧啊。哪呢？他回魂草嘞。哎，大姐头，那回魂草我找到了呢。紧提走我。啊，不过，那回魂草。现在在我肚子里呢，弟弟，肚子里他这是要怎么刚才我昏迷不醒的时候，我早就去精神，啊，不过那精神的事情恐惊的恐惊怎么你说啊，肚子里那回魂草你老给他电台警察，我在想的事情电台对你不利哦，对我不利，哎，你讲我清楚好不？哎呦，大指头啊，这代志哦，我看你都要家己亲身体验较好啦。我啊亲身体验，当回魂草在你的腹肚内底，我是要安怎体验啦？啊，对对对，你能输外汇啊？赶快用回魂草的效果嘞！用啊，你有 AIDS 无？哎呦，我变老 AIDS 啦！我顶届哦，互你迄个肠病毒哦，行个屁屁出来。歹势啦，无问题吼。无问题，做你滴。大姐头，安怎啊？有感觉无？我拄只经过你厝门口，我看到你甲总管，你厝到上下村门口就掠走啊啦！村门这四十几啊，一个掠转来。总管，我问你，你明明知影我真介意周公子，你是安怎要偷偷走去因家来见你？小姐，你千万唔通讲话，你听我讲，我去周公子因家，那是因为周公子因阿娘破病。周公子照顾无方便，那呢？你是安怎无经过我的同意，就走去阮家？你唔通骗骗，你是未先来阮家做查某囡仔哦？小姐，村民唔敢。当初周公子来找我家斗三工的时，迄是因为小姐拄好去庙进香无伫咧，啊，周公子佫足着急的，所以我就无经过小姐的同意，先答应伊啊，小姐。我真正是你家斗三工，我无其他意思啦。好，你别讲我遐尔好听。平常时周公子来阮家的时阵，你着挑工捧茶献果，该洗白买。搁较戆的人嘛，知影你心肝在想啥？冤枉哦，小姐，这是天大冤枉。好，卖点啊无问价假大价。阿好啊，在。春梅啊，既然真介意诱拐查甫人。规矩该啥去，予伊逐工会当伺候查甫人。我不爱，我不爱。每晚拢温柔着我心肝。
来紧来干一个。爸爸，爸爸，先生，我们先生，先生，公主救我，公主救我，救我！李小姐，季公子，陶州啊，贵府总管来寒舍，将春梅姑娘抓来。唔知影春梅姑娘身犯何罪？你唔是来看，是来替伊求情的。那就是安尼，因为家表破病，在下有甲令尊大人讲，就请春梅姑娘来寒舍照顾家表。既然令尊大人已经答应了，所以春梅姑娘若有发生什么代志，这我嘛是有责任，所以。伊发生什么代志，我应该都要来关心一下。周公子，你心头袂记得，春梅伊是卖身来阮家做查某囡仔的。是啊，在下知影，所以这回来是专工要甲春梅姑娘赎身的。赎身？你想要替伊赎身？对，因为春梅姑娘来寒舍照顾家表，家表的病。已经慢慢啊好起来了，这方面，拢都要感谢春梅姑娘啊，家母的照顾。而且，家母嘛真介意春梅，所以叫在下该小心，方便长期来陪伴照顾家母。长期陪伴照顾你阿娘，你想的这个理由袂歹。我看你想要吼找机会解头来暗去对无？李小姐，我甲春梅姑娘是亲亲姐妹，请你唔通胡白讲话，安尼是侮辱着我的人格。人格？我看你是想着金水楼大的心计话，将恁的感情化暗为明。哼，我绝对袂让你达到恁的目的。李小姐，你？哼，我安怎？周公子，我告诉你，我无可能答应伊替春梅姑娘赎身。而且我会马上把伊送去妓院，妓做妓女。李小姐，你千万唔通安尼做。阿花，我查你遐做，该查到。是，大姐啊，啊，传来妓院。是，我，公子，大舅公子，你出来，你干嘛？你干嘛来呀？金公主，你出来！你去啊！金公主，金公主，金公主！小姐，你安怎了？老师，老师，你该哪里啊？老师，假话一条讲的啊！金公主，小姐，代志已经发生啊！人命关天呢，虽然金公主是一个善秀才。也不过，寡妇就来抓人。小姐，看寡妇人在，咱今日去走，好不好？九公子，小姐，你听我啦，等寡妇来抓人，咱就要走就袂离啊。九公子，小七，伊毋是七仙女，哪会伫咧我的精神，竟然变成我的查某囡仔？
大指头啊，这哦是你真侪精神其中的一个尔啦，嘛就是你甲陈大庆、外小七温温婉婉的开始啦。安尼，在我的记忆情节当中，我小七，伊会嫁予陈大庆，伊情节当中，拢是为着报恩哦。嗯，无唔对，这嘛就是因天界所讲的轮回。哪里我？我错过了一摆，我就永远袂当挽回啊！是，现在我小姐，伊拢要感情，往边跑个电台去，现在都关心着我嘞。石头啊，迄个边跑嘞，伫个情势中间，对电台有温情啊。哼，边跑嘞通知大庆去救小姐。伫个大劫发生命的时阵，咱为着要闪避高峰的追查，咱远走他乡。不幸伫个半路拄着山贼，我煞叫人杀死。大石头你煞叫人抄大去。我知这代志对你刺激真大，所以伫个你要自杀的时阵，你有对天咒诅，死了后要进入魔界，要向因报复，要讨回一个公道。这一切拢是因果轮回。搞定。我是魔界的人，我才不相信因天界的人所讲的因果轮回。即马电台去，伫我的手头。等我明仔载甲伊结婚了，看什么人阁会当阻挡我。你什么拢免讲。今日替我准备，明仔载婚礼。等我明仔载，甲你举办婚礼了，哼，什么天界因果轮，甲我拢无关，哼，我真不相信。神又神，恶又恶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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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七仔，你搁处处下凡啊？李红彩，我知影你已经吃过红粉草，了解咱中的温温婉婉。哼，了解是安怎？我都唔相信，恁天界的轮回会当限制我。我知影你即摆有魔幻好心。无定着天界轮回是无法度控制的，也毋过你毋通忘记，阿庆是一个凡间的人，伊是无法度跳脱轮回。我知影，我伫个前世人捌伤害过伊，我欠伊真多，所以我希望我会当伫个这世人嫁予伊，将所有欠伊的一切，拢伫个这世人还伊。你有这种想法，我真欢喜。也毋过，无定着你阁毋知影，你甲阿强的命根是这世人拢无法度逃开的。敢讲，你阁要增加恁中的恩怨怨气？你讲这是啥物意思？好，那呢，我就互你看明仔，你以前捌做过啥物代志。